我让男朋友以为我和他兄弟有情况。我看有没有打电话。好，哎，他说他动。我来这么快？是吗？到了，来了。准备好，准备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，我是找那个辉子，我们俩其实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你给我回定位了。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可是不去喝酒，我来找他是有事儿。你们现在能不能多点心啊？啊！你这样会很尴尬的呀，是吧，辉子？那个凡凡想来，你就让他来嘛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。你毛病啊？你大概是毛一个嘛？不是，你那个嘛确实有点事儿。木凡凡，他有情况他不告诉我们两个。是不是就把那女的，就放在会诊那个，她挺深啊，好像网线了，你检查一下。哎呀，我怎么流血了？我们说刚才是不是亲的太用力了？什么？嫂子亲太用力？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喊你宝宝啊？你今天为什么在他们家？没有，你错误解释了。兄弟，其实我们是真心喜欢你。兄弟，还兄弟？我拿你当兄。木凡凡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你就开始护着了？完了，不是不是，北欧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北欧，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呀。我这次玩大了，我去哄哄他。没事，我去玩，你千万别再开这玩笑了。行，你俩别打起来啊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，你们俩打起来。这两个人，你是串通吗？木北欧。被你回家吗？我揍你！